经过呢几年比较繁忙嘅拍剧时间啦，而家就终于有一个悠长假期。咁自己就好想利用呢一个假期就好好休息啦，俾个脑袋清静下啦，宁静下啦，同埋学习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嘢，例如跳舞啦，又或者系真系利用呢个时间去睇多啲戏。